是吗？他的海豚。哦。爸爸，爸爸爸，拍下肚子。哦。啊！这玩什么？这是花朵，啊，不是，这是太阳。你要去那边了，阿弟，今天怎么呼呼呼一直呼呼的声音呢？又过敏了，阿弟。哎，那都没有弄好，没关系。没关系，衣服不要了啊，脱掉就好了。因为爸爸不要衣服。是你妈拿我衣服还脱，爸爸不要衣服。你妈说很旧了。喝了，不会。那电视都没开哦，按灯开着，然后不放这样，遥控器了。看不到。在上灯，哎呀，不下去。我看我关掉了哦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三太猪。都是唱佩佩猪的歌。年年吧，年年吧，年年年年年年吧，年年吧，年年吧，年年年年吧。不好意思，跟头发。慢慢拍摄一下，你看不太清楚。好好玩的呀。
你不会用彩色的吗？绿色、紫色的、黄色的。我都用橘色。啊？是粉红色跟粉红色上明天用的哎。又没有叫你拿别的颜色，我说这三个颜色可以组合成一支啊。你要同一个颜色吗？请问一下。错，你还蛮有智慧的。我们过去点，过去点沙。耶，用到沙龙。现在组成一条河流吗？没有。水坝。没有啦，我要盖彩虹。彩虹你盖得出来？只有三个颜色而已。不要做梦了，我们要在做梦了。你知道三个颜色怎么组合成彩虹？请问一下，三红啊，三种颜色。三色了，我们又下四了，这样子啊，彩虹样子，然后再来一个。嗯，你高兴就好了哈。你说了算。那你为什么不弄一只三种颜色的兔子呢？你明明就有模具啊，你偏偏要做个彩虹。请问一下。因为没有彩虹的模具。可是你有没有彩虹的兔子啊？啊，没有三种颜色的兔子啊。那我来做一个给你看。你直接从中间压下去就好了，何必要这样难？从这里把它压下去就好了。不要算了，这样就很累。我还要给你们看，这样，这三个颜色加在一起，两个颜色分出来了。啊、哦，那你可以不要再压了。这样就出来了，何必这么累？啊、哦，这土摸起来还蛮短的。压对着我摸啦，好多了，你看。哦，这证据啊，我要陪你玩了哈，以后不能说我都没陪你。你看，小兔兔。啊，这怎么弄出来？我不会啊。来教你。你、欸、这还蛮好玩的哎、欸。你弄不出来就这样子。啊？这样拍一拍。哦。拿奖，那、啊、你拍不出来就没关系。哦，大师。你看，还看不见了。啊？你看。什么？不见了。城堡。对，还真不见了。那、啊、你家住在那个夏威夷，对不对？嗯，才不是哎、欸。哪有太松松暖暖的？我是很久没有拿相机出来拍了，所以可以录那么长，手机就会过热。嗯，这个相机很久了嘞，17年嘞。为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他都能用啊！你要问我，我怎么知道的事？为什么这些你还没有坏就可以用？爸不知道，还有坏啊！镜头有点奇，啊这边屏幕有点奇怪了。我真的都会酸呢、欸，手会酸呢、欸。我肩膀都酸了。你是在跟我说谢谢？啊，慢慢摄影。哇、哦，那这如果是拿单眼的话，手更酸。嗯嗯嗯、千万不要拿太大，对不对？嗯、我是跟未来的自己说。啊，你要跟未来自己说什么？拜拜，未来我爱你哦，拜拜。告一次拜拜。你看啊，你看我带的城堡。我两个过去了，有点累了，我手酸了。现在已经住了9分48秒了，49，50，我有点动了。哎，这什么盖子？这个帮忙盖。
彩虹花。阿迪，要不要跟未来你说什么？啊，阿迪。爱你。啊，你自己爱自己啊、哦。对啊，你要自己爱自己啊。你看，花朵。啊？花朵。这里。这里，这里。很难看得出来呢。这里、啊。花朵啊，花朵躲起来了。看不太出来。啊！好，我先上厕所一下，等一下再帮你拍啊、哦。暂停。